家好喜欢，这边弄一只这个一边鸭子弄啃的鸭，人家弄肯德基，不用啃的鸭，这是两个土鸡蛋，把这个鸡蛋放在碗里。这个鸭子已经熟了，啃的鸭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来，慢吃一点吧。那边。正做很美味的，里嫩外脆，非常的香。啊，这个吃的不甜耶。我比较喜欢吃。我吃过了两次了。
把它放到这里，把这里冷，晚上拿来炒吃。哇塞，两个。刚砍柴回家，然后呢，现在做晚饭吃了。那有大铜锅，天天吃肉。这个冰过，然后用开水烫一下，拿来炖煲汤。等一下，大伙再吃。哇，这个感觉好好！妈，这里面忙了几天了，干了！要番茄的，干！要番茄的，这铜锅都没有吃完，白菜要放了，好多白菜比较好吃，多放一点。哎呦，哎呦，那个给过年啊，过来啊！来来来。再见。